快不干嘛嘞？一下火头有东西，把你尿黄咋接吧你？刘叔，哎呀，九妹儿，你知道我最怕的就是血。这有事了，赶紧。哎呦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葛燕。又到快种菜园子的时间了，我和九妹儿俩今天把我们家小园子翻，刚翻山，地里边挖出来一窟窿。九妹儿说那里边有蛇了，可把娃咋嘞？九妹儿，你是快快把那贴住，不敢真的出来蛇了。我逗你了吧？你倒把你怕的，哎呀！我该贴个，我弟。你娃别练那儿的时间又注意点了啊，那儿青爬山虎了。开始卖稿，坐。那你吃什么了？我给你做。肉嘛。家里好像有肉了。没肉，你又要什么过了？哎呀，你抱回来没让我咋做了吗你？没肉干面干，你别带着了吗？九妹这一天就可难伺候了，都想吃。今天家里边就剩下半袋面，今天给他蒸馍馍。九妹，今天是不要四桌吃肉了。就你这个手艺，不管啥，只怕吃饱就行了。九妹外面翻地着，家里边还有点薄菜，今天就蒸一个薄菜馍馍吃。锅里来点盐油，把菠菜照一下，不用水开，稍微照一下捞出来，倒在凉水盆里，放绞肉机里边打碎，加点水。说我舀了两碗面，开始和面，来点发酵粉，白糖，倒入菠菜汁。面和好了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暖一点地方让起着。面起好了，开始蒸。来点小苏打，多揉一阵，把小苏打揉开。把面擀开，给上面抹点油，卷起来。切一下。全部完了，上锅蒸。蒸上25分钟。馍馍蒸好了，出锅。还有点菠菜，调个凉菜吃。炸好的花生米，洋葱和辣子丝儿，再来点蒜末，干了尖儿，盐、白糖、鸡精、白醋，用油配，拌起来。九妹儿，赶紧过来吃饭嘞！哦，来了。哎呀，你咋做出来了？这是一啥？我是菠菜馍馍，你往咋开煎饼卷的？哎呀，娃他妈，今天把这馍馍可蒸好了，比肉都香。蒸的？蒸的，看是咋学。改肉香你是多吃几个？哎呀，给你上一份。行。家里没肉，菜来凑。哎呀，这菠菜馍馍确实好吃的，还是带点肉的。哎，对了，九妹，我听见人家十四儿猪肉降价了，几块钱一斤，你哪天上台给咱们多弄啊？啥意思啊 ？Money。你个自己管账的人，你还跟我要 money 呢？哎呀，那我再怕都有私房钱了。咦，你还有私房钱了？哪有呢，都有。啊，吃饱了。你今天咋还吃那么少啊？吃饱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给我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